其楼下雁群飞舞，实际上不少鸟儿无家可归，因为他们辛苦筑的巢全都不见了。钓鱼监视器14号凌晨2点多，一名身高约170公分的中年男子鬼鬼祟祟拿出长棍，在其楼下寻找猎物，对着燕巢大力一戳，燕子吓得到处逃窜，一个鱼棍将燕巢打落地，他还刻意爬上机车破坏，保护雏鸟跟蛋的巢砸落地。男子还蹲下来检视，动机不明。在燕子的巢里面拿捡食，好像放进嘴巴的那个动作，实在太不可取了，对啊，那种比较。没有良心道德。居民气愤悲伤，这些家燕每年5到8月都会在福德街的骑楼下筑巢孵化雏鸟，就在象山脚下方便觅食。但14号一早店家开门，却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燕巢遭到破坏。居民说，就像家人被伤害。野生动物保护法呢第17条违反的话是处6万到15万。刻意选在彩券行关门、早餐店开门之间的空档犯案，嫌犯明显观察过居民作息。目前动保处跟警方已经着手调查，要赶紧揪出这名可恶的抽巢怪客。记者柯思安、陈志根台报道。